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小呢，今天准备带我的朋友一起去吃汉堡。快点快点吧，小小呢我饿了，来吃狗直接出发。发车了发车了，转过前面这个弯就到了。快点下来吧，我们去买汉堡。阿姨，我们要一个超级巨无霸汉堡。好的，那你们等一会。走吧阿哥，我们先去玩会。车有点坏了，先去趟修理厂。叔叔在不在？我要修车。怎么还躺在地上睡着了？快醒一醒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去玩吧。让我来试试这辆兰博基尼，真帅气，好想买一辆。怎么还上车顶了？去去去，都给我走开啊。真不错，还挺好玩。我们的汉堡应该好了吧？你好，汉堡好了吗？巨无霸汉堡在楼上呢，你们去看看。快点快点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这么大的大汉堡真是太牛了，我们五个人也吃不完。下面还有一杯巨型奶茶，这谁能喝得完，都能泡澡了。大叔，我还想吃花式冰淇淋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来哥。哈哈哈，太搞笑了。那我小小呢可就自己吃了，真香真香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